所有四件事做不到。有一个故事啊，弟子问佛祖，你既神通又慈悲，为何还有人受苦呢？佛说，我虽然有宇宙最大的神通，但仍有四件事做不到。因果不可改，智慧不可赐，真法不可说，无缘不能度。什么意思呢？第一啊，因果不可改，指的是自因自果，别人代替不了你，你不改变自己的内因，那别人就算把钱送到你手上来，你也看不到啊。把幸福送在你身边，你也感受不了。第二呢，智慧不可赐，就是说啊，任何人要开智慧，都离不开自身的磨练。第三呢，真法不可说，宇宙真相用语言是说不明白的，只能靠自己的感悟和实证。第四，无缘不能度，无缘之人他是听不进你话的，正所谓天雨虽大不润无根之草，道法无边，难度无缘之人。